遇上自然灾害，冇任何一种通讯方法系百分百可靠嘅。如果你嘅通讯设备或互联网无法运作，你会如何了解最新情况？喺紧急情况下，唔好单单依赖你部电话，你要采取行动，做好准备。准备好应急包，装上便携式收音机同后备电池。紧急救援服务同电信供应商会努力尝试恢复通讯服务，但过程需时。随时准备好，保持安全，了解最新情况。